臣在。你说嘉亲王半个月前到了济宁的黄河岸边，可有证据啊？微臣亲眼所见，眼为证，心为据，敢用项上人头担保。哎，大胆呐！一个是亲王不埋头读书，一个是尚书房总师傅不好好教书，他们跑到济宁去干什么？山东的事有山东的督府管，关他们什么事啊？真是狗拿耗子。速派600里加急去济宁穿朱圭来见朕。臣遵旨。看来今天这个猎是打不成了。恶贵见驾，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起来吧。臣禀报万岁10万火急。讲。是。今有多尔衮四代之后詹代逃离永靖帝泗阳县。嗨，区区一个詹代有何紧张？让宗人府派员把他抓回来押回泗阳县也就是了。正是宗人府密报，詹代这些年跟江湖侠客多有来往，并且豢养一批杀手。臣以为他们是图谋不轨，望万岁严加防范。有这事？詹代活动这么久，竟然没有人察觉，也没有人禀报。五四出于侠，归欲毁于毒中，是孰之过于？是孰之过于？万岁爷说的什么意思？五四出于侠，归欲毁于毒中，是孰之过于？回万岁，联手者不得自欺过。谁答的话？谁答的话？快回万岁爷！回万岁爷，是奴才斗胆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奴才是栾衣卫。上前来，上前来。赶紧上前来，回万岁爷的话。上前来。这。五四出于侠，归欲毁于毒中。是孰之过于？点出何故？点出《论语》记事。是什么意思？孔夫子原意是，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，珍宝玉器被毁在匣子里，是谁的过错？后人宋朝大儒周喜批曰：“点守者不得辞其过”，是说看守不能推脱责任的。说得好。上前来。你一个栾衣卫，怎么知道这些呢？奴才读完私塾，又入咸安宫官学，本是文生员，蒙圣恩充当栾衣侍卫，供奉圣谕已有十几年了。原来如此啊！到朕跟前来。这抬起头来。朕呢，就擢升你为栾衣总管。奴才谢皇上知遇之恩。起来吧，随朕去打猎去。赐你骏马一匹，弓箭一副。赐骏马一匹，弓箭一副。谢皇上恩典。错吧，你一个抬轿子的答对了一句论语，这转眼间羊杂碎也搬上席面上了啊。李世尧
你在说怪话？臣是讲笑话，不是在说怪话。你身为汉元大臣，对四书五经知之无忌，还舔着脸说，哼，臣知罪，臣知罪。父母亲谆谆嘱咐，勤勉努力，不敢懈怠，然为种累不得志，愧对父母亲在天之灵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十年煎熬，满腹苦楚，终有出头之日。父母亲地下有知，也会为儿感到欣慰。今日皇上出《论语》典句，儿从容作答，得到圣上嘉奖，脱颖而出。而当以此为契机，虚怀若谷，勤勉努力，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，诚心如水，天日可见，上不负皇上厚爱，下对得起黎民百姓。夫二人途经此处，走累了，想借此地歇息。是公子的亲人。正是。我们家小姐也常去父母坟上对着坟头说话，也不知道躺在里面的人听得见听不见。看来小姐与在下敬意相近，也是父母早亡。不一样，和公子是否极泰来，小女子却要临难苟免，了此一生。我和公子的命运真是大不一样，小姐未免过于伤感了。小姐，他们追来了。小姐，让您受了惊吓。哪儿话，公子侠肝义胆，冒死相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和小红从杭州来京城投奔亲戚。既然如此，那坐我的马车走吧。你们两个人行路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们不敢回京城。
瞒公子，我们刚从京城逃出来，就因为刚才那三个人，我们到京城来寻访亲戚，没想到亲戚搬了家，没找着，就碰见那三个市井泼皮。你们现在打算去哪儿啊？往哪儿走，奔哪儿去，我心里一点主意都没有。而且我听说我们家那个亲戚已经迁到关外，该怎么找啊？既如此，依我看还是暂回京城为好，等切实打听到了亲戚的下落再动身不迟。那小女子就听公子的。小姐稍后。小姐，咱们真的要回京城啊？咱们已经逃了两天多了，要是回京城再被老爷派的人给抓住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那不回京城该怎么办啊？小姐请。怎么又是他们？他们等着咱们呢。怎么，他们盯上你们了？还不是看我们从外地来京城无依无靠的。把你们做好，不要忘我探头，我城门口可不好打架。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走！你们坐稳了。瞎了你的狗眼，看看是谁！闪开！刚才那位是什么来历？不就一个赶马车的，能有什么来历？瞧把你们几个吓的，称过熊的几个。你没看他手里拿个牌牌？指不定是哪个府里有来头的那个。你还真把他们给唬住了。就凭这个把他们唬住了。看不出什么来。就是一块普通的木板。啊，一块木板也能唬住人？他们当是哪个府上的腰牌了。咦，到了。哎，刘全。刘全，如果刚才那伙人有直隶总督府的腰牌，你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？要是惹他呀，那就是耗子揪猫尾巴，还有个好啊！老爷，刘全呢？想不到咱们应府的人怎么有这种德行，还不是耗子扛枪窝里横。请，寒舍简陋，委屈小姐小住几日啊？真没想到英府的下人竟如此招摇，不过英大人倒是个好人呢，从不贪墨，也不骚扰百姓。何公子对直隶总督英莲挺了解的吗？那倒谈不上，不过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才貌双全的孙女儿。这边请。哎，爷，您回来了。啊，去把西厢房好好拾掇拾掇，客人要暂住几日。是。去，一块帮你收拾，咱们要住的。哎呀，听说英莲老大人要把自个儿的孙女儿嫁给内务府总管的二少爷，这位少爷恶名远扬，在京城几乎无人不知啊。这正应了那句老话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可惜可叹呐。英莲大人自有他的难处，只是苦了自己的孙女。你们是爷的什么亲戚？我们呀，远房亲戚，隔人墨宝。啊，墨宝谈不上，随意涂鸦而已。原来出自公子之手。啊，是，请小姐赐教。公子笑我，你的笔墨自有书艺风采，柔筋刚骨，小女子自愧不如，更谈不上指教了。原以为公子只会舞枪弄棒的功夫，没想到公子的书法也是一流啊！啊，小姐谬赞。
何公子。昨晚休息的好吗？我是倒头就睡，我家小姐好像没睡着。中帘半床月，轻竹满林风。小姐昨夜睡不着写的。怎么就两句啊？小姐写诗经常这样，只有两句没有下文。这就奇了。何公子，你续写吧，看看你和我家小姐谁的诗句更胜一筹。那当然是你家小姐了。还没比就认输啦？好。班门弄斧，献丑了。好，接得好。我写诗经常只有两句，我爷爷常笑我的诗永无下文。今天何公子续的后两句真的很好。我倒要看看是一些什么人。这，啊，何公子，过来！他们进屋来！滚滚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他！你给我看清楚了，这上面有保定府的大印，这小子是保定府打的，也是保定府捆的。我们没有打他，也没有捆他，我们是奉命讨债还账，要的是银子。我告诉你，保定知府放下话了。要你还银子，我们立刻放人；要不还银子，哼，我们还是要把他带回去，交给保定府。你们这仗势欺人的，你们多少银子？1600两银子，今日全给了，就两清了。若清不了，那就房契抵押。1600两，没错，看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保定府判的没错，没有1600两银子。今儿的房子我们可就要耗下了。胡说。爷爷，我到保定收地租，他们在地基上做了手脚，买通了知府，霸占了咱们的地不说，还说咱们倒欠了他们1600两银子。他妈的赖皮狗。给我的家人松绑，有什么话进屋说去。这是讹诈，你赶紧回府报信，制止这几个恶人。小姐你糊涂了，那样老爷不就知道你在这儿了？别怕，这回我不会动手了，刚才是被你们逼的，你们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保定那块地是我祖父留下的封地，被你们霸占了不说，还让我倒贴银子。你口说无凭，到了保定府啊，哎，得用这个说话。好好好，今儿个我们也不勉强，这房子也不耗了。哎，不过他得跟我们走一趟，叫保定府，好多事情都是他经手办的，我们呢不跟你这抬轿子的一般见识。哎哎，别动手！你说好的不动手吗？这君子动手不动口。不对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吗？爷，千万不能给他们银子。我也没那么多银子可给。那我跟你们说吧，
我一年的岁俸才区区120两银子，你张口就是1600两，我哪儿给您弄去？那，哎，那咱们各让一步，这房子先抵押给我们。可是，我们也不能空手回去，是不是？爷，万万不能！房契一旦落入他们的手，那咱们的房子可就没了。爷，我跟他们走。何府的事儿，我一人定办的，我刘全一个人担着。好啊，那咱们回保定府。这皮肉之苦，你还没吃够啊！慢着，你看这个，值多少两银子？小姐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这万万使不得，何某实在是承受不起。400两。这个时候不必拘谨，先把他们打发走了。啊，不，这……小红。小姐，把我的玉佩去拿来，快！啊，刘全，去把房契取来。爷爷，快去！小姐，这不行，我不能拿小姐的宝物来抵账。小姐，进咱玉佩可以不带，没有房子，你住哪儿啊？我自会想办法的。房契你拿去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里可不归你们保定府管。想讹诈我的房产，没那么容易。拿去。房契我留下，这样可以吧？先别说了，把他们先打发走了。这个玉佩值1200两。加上金簪，一共1600两，看清楚了。两清了，还是有个红颜知己好啊！滚！我滚！我滚！滚！我滚！我滚！你站住！你给我听好了。金簪、玉佩，你给我保存着，爷是要赎回的。行，行，要了银子，现在赎都行。滚！都怪刘全没把事办好。别这么说，刘全，这事不怪你。你为我们何家尽心尽力，你是我一等一的好管家。别以为这是坏事，他让我脑筋开了窍了，明白了许多道理。你说他就是一个保定知府啊。一个保定知府凭什么把我们何家的田产一下子就都夺去了呢？凭什么呀？就因为他是保定的知府啊！一个知府就这么可以为所欲为？刘全，酒啊！何公子，不能再喝了。你让我喝，你别以为我喝多了。今儿这酒我是越喝脑子越清醒。真的，我现在非常清醒。你说本来是我们家的地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别人家的了呢？刘全，倒上，倒上。给小姐也满上。我家小姐不会喝酒。哦，倒上酒吧，小姐。哦，谢谢小姐。今天的事儿真的是非常感谢小姐。可是我又觉得无地自容。
要让我倒贴银子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我明白了，什么是道理？顶戴就是道理，补子就是道理，手中的官印就是道理。有了这些，要银子有银子，要田产有田产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皇上有旨，宣礼部侍郎、尚书房总师傅朱圭觐见。臣领旨。看到了吧，他刚到济宁，这朱圭就把他手插到了济宁。他不仅跟我这巡抚过不去，也是冲着总督大人您来的呀。这朱圭可是满腹经纶，一肚子坏水啊。微臣朱圭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朱圭，臣在。你的朝服呢？回皇上，朝服是皇上对臣下的恩典，也是对天下老百姓的恩典。皇上，您可不知道啊，那儿的灾民呐，嗷嗷的逮捕啊。微臣一看这种状况，不瞒皇上说，就把朝服当了，我就替皇上周济那些灾民了。咱先不说朝服，你给朕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有人看见嘉亲王在山东济宁呢？哎呦，哎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皇上的眼睛，可真是够英明的。大胆朱贵，嘉亲王本应埋头读书，潜心文汉，你不但不规劝他，反而带他到山东去游玩，你这不是辜负了朕对你的一片重托吗？皇上，微臣受命在尚书房任总师傅，虽不敢邀功请赏，却也恪尽职守，这一点请皇上您可以垂查。至于嘉亲王到山东，这本不是微臣的意思。那是嘉亲王的意思喽。刚才听朱大人说的意思，是想往嘉亲王身上推卸责任。皇上，你也不是嘉亲王的意思。哈，这可就怪了，你擅自带着嘉亲王出宫，带他到山东去游山玩水，既不是你的错，又不是嘉亲王的意思，难道还有第三个人吗？是。街坊四邻都知道了。这儿危险，危险，别打。刘管家，你家爷不在上房，正和我家小姐在书斋里填词作画呢。那么急干什么？爷，干什么慌里慌张的，就不能斯文一点啊？顾不上了，爷，保定那帮人不肯善罢甘休。他没有拿到房契，凭什么再来讹诈我们呢？不知道，他们勾结了直隶总督英莲大人，找茬来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他们找来了，老爷亲自来了。这么说，总督大人是来抓你们的？那你们是？不要再问了，刘全，赶快带小姐他们从后门走。贺公子，我爷爷若难为你，那……没什么，他们找不到人。我又不承认，能难为我什么呀？
何某以为小姐离家出走，自有离家的道理。快走吧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哦，小姐，何公子说的对，要是现在让老爷抓回去，咱们就前功尽弃了。哦，那走吧。小的究竟犯了哪条王法？我只想悄悄地领孙女回府。这么说，小人就更不明白了。小人从未见过大人的孙女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住口！少给我耍贫嘴！来人，再给我揍！是。来人，在。给总督大人上茶。老夫不喝。哎，大人，事归事，水还是要喝的。否则就是小的不懂礼数了，给大人上茶。是。大人，请用茶。大人，上下搜遍了，没有。我孙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拿你试问。哎呀，大人啊，你看这明明没有人，您非要在下，我这是……大人，没有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衣服啊。我知道是衣服。老爷，您看，这是咱家月瑶小姐衣服，从他们家西厢房搜出来的。嗯。哦，小人想起来了，大人。哎呀，真是，我刚想起来。前几日来了两个房客，一位小姐带着一位侍女，说是从杭州来京城投奔亲戚的，结果亲戚搬家了，她没有找到，就租了小的西厢房暂住几日。住口！你还敢给我编故事？我怎么敢骗您呢，大人？现在看来，那位小姐也许就是您的孙女，可她人已经走了。老爷，您甭听她说废话，我看不让这小子吃点皮肉之苦，他不会老实。来人，大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押回府。是。小姐，怎么办呀？你不回去，老爷没准会把何公子押入大牢的。这我把他指出来。臣遵命。我说各位，自个儿站出来吧，还非得让我到您跟前指出来啊？各位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得罪了各位。关系呀，请皇上您明察呀！你这啊，别拉我垫背呀！谁让你跟李氏要告我的黑状？你说我不拉你拉谁呀？朱贵，臣在。这跟孙十亿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关系可就大极了。别出心裁啊，还整出这么一个奏章出来。万岁，请您容步一览。呈上来。得。月瑶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不愿意跟内务府的二公子成亲，离家出走。我以为你投靠哪门子亲戚，你怎么住到和珅的家里？这事传出去多没面子啊！
哎呀，八舅爷，我都跟您说过800遍了，我不是住进和珅家，是走投无路时被他救了。他是诚心帮助我，是我连累了他。我来是求你救和珅的，不是来替你唠叨家规礼仪的。哎呀，你别急呀，人在你爷爷手里，你不想回家，我怎么出面呢？我已经打听好了，爷爷把和珅啊交给了九门提督府了。九门提督。没蒙我，不是你临摹的吧？你瞧，这笔法、用墨、纸色，不相信我是不是？信，信。哎，直说吧，是不是为和珅而来的？提督大人，请您关照啊。大人，什么时候提审我？你这是从何说起呀？你是我的客人，又不是囚犯，我干嘛要审问你呢？那大人既然这么说，在下告辞了。师父刚才是不是送给提督大人什么东西了？一张画，宋徽宗的一张画，又让师父破费了。哪儿啊？赝品，我临摹的。哎，你知道不？这傻蛋愣让我给糊了，他还当成珍宝了。那万一这九门提督大人要是验证出来管你要真迹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看你，真迹在皇上那儿，他敢要吗？啊，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九门提督，我担心的是恶贵恶大人。停下。哎呦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哎呦，鄂大人，您拿下。哎，鄂大人，您就给和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啊，他这是初犯呢，您饶他这一次，我这给您下跪了。哎呀，师傅不，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让他找皇上去要。面前你不是最善于巧言令色吗？要让皇上看看，每天在那儿背那个《论语》啊，满口仁义道德，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把他带走。哎，朕让你解释解释。臣这次奉驾亲王赴山东考察水情，发现良田房屋全都淹没水中啊。如若上游在连降暴雨，江水滔滔而来，下游水又没有去处，那老百姓可就惨了。所以臣恳请皇上降旨，拣选贤能，开海泄水，行尧舜之举。朱圭他夸大其词，危言耸听，臣奏请开捐筑塔，设衡工吏，就是为了修筑堤坝，捐治河道，消弭水患。万岁，开捐筑塔万万不可呀。大人，是否开捐筑塔得由皇上定夺。李世阳，臣在。朕命你会同工部尚书勘察海水河情，看哪种方法最为妥当，由九卿议事定夺。臣遵旨。朱圭，臣在。朕问，山东的事情，人祸水情，是你的本分吗？不是。山东自有督府，即使山东督府办事不力，哎，那还有山东道的监察御史呢，你去算干什么的？我是狗拿耗子。你们瞧瞧啊，你们瞧瞧，好你个朱圭呀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皇帝吗？
万岁，朱圭此举乃属大逆不道，论罪该杀。朱圭，你可知道私带亲王出宫该当何罪？皇上，按我大清律例，私带亲王、皇子、皇孙出宫者，论罪斩立决。你既然都清清楚楚，朕就不多说了。拿剑来。你就拿这把剑自裁吧。万岁，微臣走了。为什么没有人讲话？吾皇圣命。额贵呢？万岁爷，额中堂在坐直金枝处，我已经派人去请额大人了。